山吗？对，董事长，那现在后续对于家属，我们明天会有一个重训的记者会，重训的记者会，大概几点呢？今天下午三点。怎么样在哪里？会在平安，啊、是视讯的，会是视讯的，视讯的、啊，对。啊，不讲一下，现在大概讲一下。不要，先不要了，我们还是以救灾为主。好。